谢谢，拍电影哦。啊，不是说今天有好看的介绍我吗？好，Alan哥，没有啦，我想说你车也开这么久啦。哎，可是你这个车内温度有点高哎，你看。哇塞，这也太高了吧！对啊，你这隔热纸很不给力哎。所以今天才把车子开在这里啊。怎么样？现在怎么处理？我车在停哪？车子呢，就交给专业的处理就好了。Alan 哥，下车吧，我们里面请。OK。 感谢 Alan 哥成为我们造咖万事屋的第一个客户。你也太客气了，为什么要来呢？因为我车子其实开一段时间，然后隔热纸呢也用了一段时间了。最近天气是不是热死？超热，太热了吧，对不对？如果隔热纸不好的话呢，在里面真的会被热死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就是带你来找我的好朋友，我们来到 FSK 冰钻授权的师作中心，一定帮你处理的妥妥的。欢迎华哥，嗨，谢谢 Alan 哥，你好，哎，那就拜托你华哥 ，OK， 听说 FSK 的这个隔热纸呢是。 日本进口的，哎，哥，你有做功课哦。出来工作你不做功课，你脚本还是要看呢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产品啊，都是日本进口。那主要的诉求呢，就是隔热防晒、安全、舒适为四大技术核心。主要呢，就是有透光率跟隔热性能，让消费者来选择。太好了，这些都是我非常在意的。隔热效果非常重要，因为最近台湾天气真的太热。不过安全更重要。到晚上的时候，你视线会变模糊，很多那种死角突然间摩托车转出来是怎么样的话。跟你讲，台湾真的就是行人地狱，每天新闻都在。 报交通事故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开车驾驶那个专注度要非常的高。所以你贴了一个好的隔热纸，其实就是帮助你在开车的时候可以看得更清楚嘛。对，可是我常常在路上看到很多车，他们贴超黑耶，真的很好奇，就是隔热纸真的能够兼具透光、安全跟隔热这三个功能吗？当然是可以的啦，我们这一款 FAK 冰钻隔热纸，它的双重抗UV结构，利用反射原理和日本独特 UVPSA 紫外线隔离复合胶，能够隔离99.88%紫外线照射，并且采用 CWO 红外线隔热材质，阻隔红外线高达99%哦。太太跟小朋友呢坐在车内呢，不用担心那个皮肤会晒伤。那汽车呢的内装也不用怕被晒坏，而且我们全部的商品都有符合最新 SGS 欧盟无毒认证标准，以及SGS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无毒检测啊，阳光曝晒下真的是无毒，也不会有害气味，坐在车内就是安全又舒适。嗯，真棒，这 FSK 可以这个把家庭的安全啊全部都已经考量在里面，那隔热纸一定要贴它了。帮您介绍一下隐秘跟透光呢，就是由深啊到浅，它采用的就是我们日本先进纳米陶瓷科技涂布，让达成了超广角透视清晰。不管你是开夜车或是碰到下雨天呢，都是没问题的。我还听说有一样是已经是很重要的，这隔热纸啊防爆的啊，防什么？这你开枪。我没有这么多仇家啦，拜托，其实防爆呢真的很重要。你听华哥讲，对不对？华哥防爆很重要，但是它的防爆呢，所谓就是指它的防非散性极好，就是万一有些小石头砸到啊，如果打到玻璃的意外呢破损，那这个防止玻璃的碎片飞散会确保我们这个乘客的安全。对啊，其实这个也是为了家庭跟小朋友着想，永远把家人摆在第
这个一把好了，下好离手喽，下好离手啊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处理喽 ，Let's go。我刚刚有观察师傅们在做那个隔热纸的前置作业，我真的没想到哇，那么仔细耶，细节非常多。对，没错，吃做的环境跟这个清洁工作呢非常的重要，它有一个灰尘跟残胶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隔热纸吃做的影响。师傅刚才已经裁剪好这个隔热纸的，也做好玻璃清洁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施工了。等等，华哥，我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？对，以你这么很喜欢直接动手下去做的个性。对，我喜欢 DIY， 所以华哥有没有办法可以留一扇窗让我自己来把它贴完？没问题，那就来试试看啦。好，那我旁边看你，好， okay， 你慢贴。那我们开始贴，第一个步骤是在这底下喷水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是准备上纸。我知道在哪里，我去哪。好，师傅你坐好，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搞砸一张纸的话，通常会被罚钱吗？这个很难问我们老板。哎呀，
慢慢撕，有时候撕太快会有顿点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会在上面再喷水，就是纯水啊，这是。这是肥皂水，喷到我了啦。哦，不好意思。然后这个时候车上再喷水。上之前我会再稍微喷一下水。哦，一直要保持湿润就对了。对，这样子等一下在贴的时候，它就不会整个粘在玻璃上面。然后拿的时候就尽量不要折到像这个样子。第一个脚伸进去是前面那边，慢慢的放进去。好，放进去了。嗯，底下都进去了之后，就看左边右边有没有漏缝。那如果没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一样喷水，才能把里面的水赶出来。哦，然后拿这只往里面滑。哇，这样子，哎，这太疗愈了啦。然后再这样子插到底，然后往上，水就会出去，车窗往上升。惨了，这边还没有弄好进去，因为底下有点水嘛。对，稍微往外搬，然后再慢慢塞进去。好，进去了。耶、yeah ！开心吗？我超开心，超开心！现在车子里面前挡杆跟车窗都有 FSK 冰钻隔热纸的保护，你实际坐在里面的感觉怎么样？其实我们刚刚走出来的时候，看到车子的外观啊，隐秘性变得非常非常的高，完全看不进去。然后整台车呢，它的状态质感提升，更高级了。对，就感觉哎、欸，这个细节做下去之后呢，整个车就变得帅车了，因为希捷推荐的细节 ，FSK 冰上隔热纸的细节都在这里了。对，那主要讲讲里面了。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，它的视野呢是非常非常的清晰的，而且外面其实太阳蛮大的，但我现在完全是不用戴太阳眼镜。哎、欸，你早上不是拍电影那把枪是不是要拿出来？哦，那把枪，哎、欸，来，那枪就拿出来一下。实际来再测一下车内的温度。20几而已，早上是40几耶，降温的是不是？对啊，完全有效的降温。这个对台湾来讲现在太重要，因为现在这个夏天真的太热，里面这些皮革其实有时候晒久都会晒坏。对，而且都会臭臭的。那你现在这个 FSK 对吧，金钻系列保护好，有保佑了。那你应该知道怎么报答我。差不多到吃饭时间啦、啊。哎、欸，对，有点饿哎、欸。这附近我知道有什么好吃的啊，有一家好像在地人很推的欧阿米刷跟什么香肠，哎、欸，可以，还是你想去垦丁玩？你现在去垦丁，我也 OK 啊。好像可以，这主意不错，那就先回去接你老婆小孩好了。哦，一起对不对？OK OK， 这样比较不会被偷拍。